好，刚刚的这一题，我觉得我需要让大家看一下它的 shift tangent 120，然后我拿到的是26.565度。OK，按这一例，它就变成26这一例。OK，这个是 degree minute second 的，然后它是30进阶，所以我变成34，然后接着我用180。来减90，再减掉 answer，我拿到的是63度，然后26 minute，OK，5还没有进位嘛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再除以2，再按这一例，所以它会变成31度43 minute。